呱呱小剧场，太极、蹦极、南北极，现在的情况万分火急。家事国事天下事，这是又出了啥大事啊？言行酷刑有期徒刑，咱们多消停一点行不行？开会了，开会了！我爱兰花花集团2024年度特别紧急会议现在开始。咋的了，艾总？火星要撞地球了吗？快跑啊！火星没有撞地球，但我小鱼爱现在要炸地球。小鱼爱，艾总，这才凌晨3点钟，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玩沙子炸药包啊？你们都看新闻了吗？我表弟盲小五，哦不对，我给他改名叫莽多鱼，他要上天了。最近竟然有人给他送了一架大飞机，这风头大有将我取而代之的意思，你们说我能睡着觉吗？原来就为了这事啊，你可是堂堂的虫洞二馆长哦，还怕区区一个没有断奶的小熊崽子吗？就是啊，艾总，格局放大一点嘛，莽小五，我不对，是莽多鱼，他再怎么作妖也是你的小马仔，终究逃不出你的五指山啊。不行，坚决不行，小鱼爱我单方面决定要把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中，哼哼。小鱼爱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，冲动是魔鬼哦，莽小五他可不是刚上炮，你想杀就杀啊。艾总，艾总，有事好商量，他可是你的亲表弟啊。你们脑瓜子里想的都是啥呀？我的决定是要把他比下去，别熊有的我小鱼爱要有，别熊没有的我小鱼爱也必须要有，怎么样，二位愿不愿意鼎力相助啊？这大清早的，小鱼爱你吓得我差点尿床啊，你想让我们咋配合啊？我想好了，就以咱们我爱兰花花集团的名义，你俩掏钱给我送一架更大的飞机。这个那个，艾总，咱们集团今年的资金缺口很大，刚帮七叔盖了养老院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。艾总，公款私用，这不太好吧？不管了不管了，极都已经让我面目全非了，这笔费用就当是给我装修办公室了，我的办公室气派了，也是咱们集团实力的象征啊，怎么能说是公款私用呢？哼，这个那个，可是别这个那个，可是了，总之你好我好大家才能好，哼哼，就这么定了，此决议全票通过，白了个白。花妹妹，当初把小鱼儿拉入伙还以为是如虎添翼呢，万万没想到是养虎为患啊。哎，有啥法子啊，原意是风平浪静吧。哦对了，蒙兰哥，你马上打包100份北冻的窝窝头，连同飞机一块给他寄过去，小花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了。呜呜呜呜，遵命花妹妹，我这就去准备，让小鱼也尝尝俺们北冻的窝窝头，嘿嘿嘿。